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樊光耀。由我主演的《大蒜命家》是一出属于影像时代的黑色幽默狂想喜剧。该怎么样讲不复杂呢？就是它是一出可以带领你进入异想世界的好戏。舞台剧《大蒜命家》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诠释变幻莫测的命运。导演郑志文他在编写的时候，他就很有一些巧思，他很想让同一个事件、同一个情境哈，但是有不同的结果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对，还是天算不如人算。《大蒜命家》以崭新趣味的方式打造全新剧场风格。别装了，我给你加薪两倍，继续两倍，快点50万奖金。小心我帮你。你可真是 baby 啊，因为我是你的 baby 啊。异想世界专访大蒜命家，带你看见环环相扣的命运故事。8月11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